莅临全球商报联盟国际红树林生态保护深圳倡议全球发布活动的现场。在这金秋时节，来自全世界五大洲华文媒体的社长、总编辑们，与深圳全球传播大使代表、红树林生态保护人士代表，相继在深圳深夜上城的城市云客厅，向全球发出国际红树林生态保护深圳倡议。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今年九月，全球首个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落户深圳。红树既是深圳的第二市树，也已成为深圳生态文明建设的一张亮丽的名片。全球商报联盟都是一群热爱自然的人，都以承担社会责任为己任，都是一群最可爱的人。为了让世界上更多的人加入到红树林生态保护的行动中，全球商报联盟在此倡议，为推动全球红树林整体保护，我们也要贡献更多我们媒体人的力量。一到深圳，从看日常开始，我就爱上了这里。你可以在任何一个角落感受到创新的氛围。深圳是一个经济之城，是一个科技之城，是一个创新之城。其实深圳也是一座绿色之城、森林之城和生态之城。Share a few thoughts about our special members.